好久不见，这一期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印尼的几家渔场，也是一直以来跟我们深度配合的伙伴，他们在这几年的期间呢对鱼做了许多的改建与更新，对鱼的孕育呢提供了绝佳的环境。小秘书呢这一次虽然没有亲自前往，却很期待前行的伙伴会替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样精彩的素材，在这一次的旅程中呢又有什么样的体验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经过长廊与通关手续，看到户外熙来人往的接机人潮，时不时看到互相拥抱的人们，感受到当地热络的情感，终于等到朋友接机，沿途的风光明媚淳朴，我们来到了第一座渔场。渔场整顿的井然有序，每个鱼池划分整齐，处处可见场主的用心。史旺迪先生特别为我们安排了喂食秀，相信这种鱼池饲养的方式是广大鱼友心中的梦想，现在咱们就来看看吧。这个鱼非常的漂亮，水很清澈。那是你的板，我到哪里板 ？OK。Very beautiful。整座渔场的水来自三头纯净的水源，这也难怪鱼儿如此活力健康，当然能孕育出品种优良的鱈鱼。接着，史旺迪先生带我们来到他的展示间，看他成熟鱈鱼的模样。一进门就被两侧的景象惊艳到了。偌大的鱼缸，每缸仅饲养一尾，不仅鱈鱼的表现亮眼，鱼缸的维护细节也尽然无疑，丰富的鳞片层次让人目不暇接，一缸一缸皆是极品，真是太棒了。招待我们品尝当地的美食沙爹，一番尽兴之后回饭店休息，期待明天的行程。今天的行程来到湾瑞渔场，这座渔场占地更广阔，渔场主人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士绅，对饲养鱈鱼非常有兴趣，早期收了印尼各地的名鱈，将山头开垦为渔场，了解他心爱的鱈鱼，让人大开眼界。接着我们来到孕育小鱼的鱼室，一行的众人都被这些鱈鱼的高质量所吸引，我们也来细细品味吧。我们很幸运能够与这样的伙伴合作，严谨且专业，并很乐意把他们最好的鱈鱼留给台湾的朋友，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哦。麦姿蓉进口鱈鱼已经十多年了，在产地结识了许多朋友，也体验印尼当地的民俗风情，伙伴真挚的友情难得可贵。
朴的民风一声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。Hello，Hello。现在，请你系上安全带，整理好心情，让我们一起踏上归途，飞回台湾。Hi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秘书。看完以上的影片呢，我们现在就在机场哦。我们今天要来禁渔，刚刚呢已经把资料交给报关行了，等等呢我们就要去接鱼喽。Thank you.